是一件好事。哇，这南方的沿岸，这趟路真的好远。
事就听故事，表情一大堆。玩这个比摸神战机轻松。不是找师傅，是找什么假石头。假四桶的话，我还要再休息一天，没关系，就休息吧。天真活泼的学徒，回去刮风的台地一趟。
这里全是。啊，你要走这边找啊，找不到啊。北方洞穴过去，全被野猪撞回来了。好像没有快捷键，这么冷的天气，飞野猪还能炸灯火蜂乱跳。
还没放魔法，你就已经先打我了。是啊。这对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怪了，一座冰城里面干嘛要养那么多野猪啊？如果是被外地的野猪侵入的话，那这些蛇虫不是应该把野猪给清理掉吗？怎么会是由我来清？干！先出现飞龙，我真的是没有锋刃魔法无法解决的怪物。救回去，白跑一趟。
精灵跟鼹鼠洞窟，这里好像有一颗，哇，这些小精灵真好。妈的，把你绞死一了百了！
的家。找到红球，好吧，既然红蓝球都有，那我们可以去找小四筒了。
天救出公主。哎，麻烦死了！你救公主的事，留到下次好了。今天拿到初级魔法师的头衔，那就先玩到这边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